血海无涯，奔腾为旗，吞并敌械，今夜要去。红大子们为我起，大蝎子倒在西面，踏出豪迈步伐，坚定成功信心，千民教义学习终身，愿人生辉煌，愿社会光明。啊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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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做每一个很多事情就无法如愿了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在台湾的同学有这个聚会，目的就是增进大家的情感，因为我们都在网络上做功课或是读书，所以彼此不认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这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交谊，然后分享。那我们的贵宾就是我们的刘副校长。那我们开学典礼要开始了，我们就请刘副校长给我们致辞，然后给我们大家勉励。稍等一下，那个可不可以同学介绍一下名字？好，对对对，只有在那个上面看到名字。是是是，我们同学哈，那稍微自我介绍。我用叫号的哈，叫名字哈，许秀华，举手，许秀华，多少点亮？啊，许秀华哈，我叫秀华姐可以了哈。啊，观看比例看又可以看。许秀华哈，吴林丽华，哎有哈，吴林丽华，陈希东同学，钟月香同学，啊月香同学。庄黄金贵同学，黄金贵同学，杨中国同学，杨中国柯瑞碧同学 ，OK， 他们是夫妻档，对，严丽红同学，他今天是上错车了，不过及时赶到哈 ，OK， 对，自由了，欢迎自由了，李慧莹同学，李慧莹同学，对，那我叫玉淑柔。我叫钱炫珠，钱炫珠，谢谢大家。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叫吴俊昌，好，他今天当义工哈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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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个帮手，对，因为我想说男生少，所以说要挂要挂不齐哈，还叫一句寡，所以先特别请。我们以前冬天的时候，在我们台中是有人，他每次到冬天来帮的时候，我们就讲，我们叫你来帮，他们太熟了。对了，我们台湾有一句叫“畜生当男生用，男生当畜生用”。啊！因为我今天看到他，我看到资料，大家应该都不是真的很在乎这个学位，是在乎这个学习，这整个学习的历程，大家整聚在一起，这个高兴。那我也跟校长报告说，你们最近有在连暑假开法文课？我们之前有法文课，可是一二十年没有开。我在问校长能不能重开法文课，看看。我们早期有做法文、西班牙文，可是后来因为就没有这个，就没有再开。那是希望这样。至于说我们课业上这一些发现的问题、发生的问题啊，那个我们后来请那个牙医啊，牙医录制成最大，比如说 iPad、iPhone 什么问题啊，上网什么问题啊，然后作业考试的那个时间的问题，我们都做成一个啊。那今天在单位播，那分送给大家。好，因为新的同学进来也会搞不清楚，好，比如上网啊或怎么样，然后叫矫正。我再跟大家强调一件，我跟大家讲不要有压力，是说我们是国立大学，所以我们一定有期中考、期末考。那因为期中考、期末我们演技不能考试，教育部不同意，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如果跟你考试，我怎么知道旁边有没有人在帮助？所以我们只能用一种，但是我们有多元成绩评量，所以我们就是用缴交报告的方式。那缴交报告。那我们另外一个叫平时成绩，平时成绩就里面是老师给你出作业，所以你会有写两份作业，然后还有两次考试。那因为考试是用报告代替，所以你可能会要写四份啊，两次作业嘛，还有期中期末考，会变成要写四次。那个时间都会错开哦，你不要急，你不要集中在一次哦，你不要再集中在那一次把它写完哦，各自不同的时间哦，都慢慢去写哦，慢慢去写，不要那最主要我们要你们写报告或者是写的，我们是希望说你有时候我们会跟老师讲上网啊，把一些相关的网站啊提供给他们去找一些资料啊，不要只抄那本教科书
大家念大学嘛，毕竟我们是国立大，我们是台湾第十所国立大学，是教育部成立的，所以一开始有人在讲说我们这个学位没有用，不是他搞错了，那是指社区大学，台湾的社区大学、长庚大学、乐林大学、护理大学，这是没有学位的。对，那现在我们是教育部成立的第十所国立大学，好、哦，我们一定给学位。我们很多像你们的美妍老师也是念我们通大毕业的、啊，他都已经拿到博士了，所以我们学位绝对没有，你各位不要担心，好，学分、学位都没有问题。那因为是国立大学，我们必须各位要，各位就是说不管面授考试哈，那就那报告一定要写，没有一定没成绩，我只要没有写绝对没有成绩，好，不能说你没写还有成绩那就不行，好，那慢慢写，不要有压力，还有要一次赶着一个月把它写完哈，分期哈，我们招，我已经亚裔说那个报告跟那个期中期末报告跟作业时间。公告出来，你们慢慢交。其实作业在学期末之前交给老师了。对对对，我们就这样。对对，不要急。好，不要一开始觉得还要把它写完，你们这样压力会太大。那有时间跟同学彼此多。香，对呀，待会儿再很厉害呢，这样子我们开始。电脑都不太会用，而且我也没有带电脑回来，什么都没有带回来，所以我先生刚开始都是他在帮我查资料跟写功课，就是说我先用文字写，写完以后他来打字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呢，他算是半读了，就是陪着我读书了，因为我很多东西这个就是不是很利落啊，用电脑什么都不很利落，所以他会帮我。那大概是第一次课业是他帮我，然后以后的作业呢，因为我找到一个可以用手写的那个软体，哎，手写板，所以我就用手写板的写功课，所以他就没有参与了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在视讯上课的时候，他在旁边他会听一下老师的讲什么。所以我觉得我的心得就是说，离开校园好几十年了嘛，但是我觉得回到空大呢，就是虽然同学是很遥远的陌生，只是因为在课堂，就是在我们那个视讯教学的时候，有时候会看到你们夫妻的照片啊，谁的照片啊，谁的照片，所以我觉得那是也蛮有意思的啦。然后每个人都是各有不同的背景嘛，因为人生阅历都不一样。那上了空大，因为我只修三堂课，就是上学期就三堂课，就是一个是那个生活美学嘛，一个就是那个乐林生涯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生态休闲，哎，就是三科。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蛮得心应手，就因为跟我们生活很相近嘛，而且我个人我很喜欢艺文活动，所以说音乐啦、美术啦、画图啦、舞蹈啦，这些我都会常常去参加这个活动，所以我写起来也很开心啦。然后老师课堂上讲的我也听得津津有味，然后又可以跟同学你们的分享也让我收获很多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人参加，所以也希望有一天我先生跟我回加拿大的时候，他也能报名空大，我也像你像我这样的夫妻档啊，一起上。
上学，对呀、啊，然后一个夫妻档，对，夫妻档也在上学。我觉得我们到这个年纪呢，其实能够学点东西是好的，是对，很好。那不管你过去从事什么行业，这些都可以给我们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嘛，哈。而且像我这个电脑啊，还有手机这些应用程式，不是那么灵光利落的人，我都是需要我先生帮忙。他如果出差，他不在哈，我就打电话叫我儿子。一样也是嘛，就是要问的。所以我今天能够自己独立的用手机或是用 iPad 写功课，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心得。从以前不会到现在会啊，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一点一滴的，我觉得很好。然后谢谢我的老公啊，因为他是帮我找那个植物的照片，然后把它 Google 上网，然后就让我就说哎，觉得很快。那我以前可能我的脑袋没有提醒他，我觉得没人看的，要不是很不出言语。这边那边会秀，我在那边看不到的那个李青，他听他讲了，他就忽然间从旁边插进来，啊，都讲了练那个好像那个台湾的那个艳舞一样，哎呀，哎，你这老公，哎，打板，哎，打板，我这个男的叫李安啊，很会那个台湾的艳舞的。哎，你还在啊？他在讲笑话，怎么样？然后我就这个节目说，哎，看一看这个，那个觉得好像，然后我们都讲说，英国华是真的是很厉害。那老公那个，那是老公温佩华的哈，英国华温佩华的哈。但是就是必须省，必须省嘛吼。啊，这空大，我听伊讲讲，我从大行都变钱啊，佫钱才几百块啊，呢还在上呢吼。我了觉得说不错，所以回来就跟周边的这些人哈讲一讲呢。没有想到说大家都都有这种有心呐、啊，我觉得需要。我觉得刚刚讲真的是有。离大家真的这空余的时间真的也蛮多的，真的可以选几科哈、哦、来读一读了哈、哦，所以说那读的结果我觉得也不错。第一个我就是我发现到说，那奇怪我头壳那这边还会这么灵光啊，那个淑华老师就是没有跟我讲话，他都跟我讲话，他会觉得说哇。我那还很天然的哟，我会把这个他的这个哲学，哲学的美学、审美学跟他讲的生活美学，我会用这个云端跟地面的这个概念来讲出，用最现代的这个网络上的术语来解释，它是两个什么样的不同嘛？我刚也把刚刚经济馆哈。然后我就利用这个刚才讲的那个课程呢，我在图书馆那个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拿来跟他们分享，所以我觉得说有心得分享，那我就讲出来，我也觉得很爽的，就是说，所以说我这个，那我就说答应那个主任，他说哎，那你赶快再回来再办啊，我说好，那我就四月份了，我虽然还在台湾，但是可以先排上去没有关系。所以现在就是跟那个图书馆也结了一点渊源了、哦、就是说多做一点公益嘛、哦啊、让大家这些在温哥华的我们这些同胞、哦、也有一个可以一个消遣，或者是可以在另外一个课外增长的一个机会，是这样。来，谢谢，感谢。我们有去那个温哥华的时候，有那个台湾字，是我有看到，他们两个没看到，但是我就没有那么体验了哈。然后后来就是，然后就七八个人就到那个杨先生家了哈，就是开学那一天呢、啊，就搭车搭。对，我们英国，我们好几个，对，分的好几个是，对，分的好几部车，好厉害，嗯，佩服佩服。那我在加拿大应该说，我是最长的。四十几年他原来在马尼托巴工作，我
后来才到温哥华这样。然后，就是这样子的、啊。我们报名了也是，我在上门记的。啊，谢谢了，带我们去每个礼拜四跟杨宗国，他是队长的，对对，他领队，对，都带我们去，不容易。因为那个地方，温哥华很多美好美景，对，像北温啊那些都比较。去过嘛，所以我就带他们他是队长，他就泼文，大家就来了，每个礼拜一次这样。然后后来就是说，上了这个空大了哈，那我只有拿一个，就是生活美学。真的。我们需要这个生活的美学方面的哈。但是呢，讲起来呢，那一次我们到图书馆有没有？我们没有去哈，图书馆。他办的嘛，他也没有跟我讲，说要叫我上去讲话。第一个是那个曼谷嘛，他叫我是第二个，那我又没有准备啊，那一天我只好就是说讲我自己的美学，有关美学方面啦哈。然后因为我的衣服我都有配合我的这些哈，然后对，后面的就是。那就配的蓝色，就配了蓝色的。有的是那些衣服哈，因为太长。把它卷起来，我自己做，是这样的。那下面的裙摆有多余的，拿来做蝴蝶结。还有那个，我认为我不需要先跟他讲，因为他每次穿着就是搭配，然后他跟那个 Margaret 两个人都是穿着那种东西，跟他一样的帽子，他就从头到脚都搭配出场。